虽然没能穿上披风，化身超人英雄，虽然你做一呼百诺，万人迷的总统，懵懵懂懂，碌碌庸庸，寻遍宇宙苍穹，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。我不在乎我的平凡辛苦，日子渺小重复，儿时做的梦褪色荒芜。我不孤独，再有你的旅途，我就心无旁骛，陪你看日出，在暮色中漫步。笑我执迷不悟，我很满足有你同甘共苦，哪怕岁月仓促，一生的脚步在你灵魂停住，很专注，很幸福。家里找我了，我怎么办呢？先不要慌，你这样整个人都乱了，反而会让大家发现。那我怎么办？你不要担心，我会帮你挡的。像刚才，我不就让一齐哥先回去了吗？有我在。啊，你还好吗？还好啦，就头有点胀胀的。哥，对不起啊，原本要安慰你的，可是我自己先喝醉了。我跟你讲，这次的展览，我想着重在工法上面，所以你跟设计部门要多沟通。哦，没问题，我已经约好设计部人在照相厂见面。不错啊，你这次蛮积极的。哥。我这次这么积极，这么有行动力，是不是游泳展结束之后可以有一点些小小的福利啊？好，那你放假了。Yes， 可以放假。两天。忙了一个多月，才两天啊。看你要不要。想的啦。要。想。所以，你有没有什么可以缓解宿醉的方法？好好照。你就多补充水分。还有我要摄取。还有维他命的蔬果，这样就能缓解宿醉的状况。我去把杯果汁给你喝哈。英姐，你过来一下，有件事情想问你。你去白家道歉了吗？没有。那就快一点啊，要是让你爸知道他会很生气的。还是你根本没打算去白家道歉？英杰，你为什么在这时间点上闹脾气呢？轩轩到底是哪里不好了？妈，对不起，萱萱没有不好，我跟萱萱真的没有感情。哎呦，你真的一点都不能接受吗？妈，我跟萱萱现在不会有感情，未来我们也不会有。
对不起，让妈担心了。既然你连一点都不能接受，就没什么好说了。快吃早餐吧。妈，那你不吃早餐吗？我不饿。一定要想个办法，不能让永达知道这件事，要不然英杰一定会被骂惨的。喂，白太太吗？我是秦振，是想说你今天有没有空？想谈谈英杰和轩轩的事。慧珊，一起，有事跟你们说。曼丽请年假，所以就是促销活动，她的工作要麻烦你们两位分担。分担是没有问题啊，可是曼丽怎么会突然请年假？她请多久？一个星期吧。她有说为什么请吗？好像是因为身体不舒服。身体不舒服？可是昨天看他还好好的啊，也没有什么发烧、流鼻水、咳嗽之类的。对啊，他一点症状都没有啊。嗯，可能是晚上开始的吧。昨晚我去找曼丽，曼说她不舒服，就先睡了。哦，那工作就麻烦你们，可以吗？没有问题，我 OK。那大家先忙吧。到底怎么了？你觉得曼丽是真的生病吗？我不觉得，她行为就只是奇怪一点，但就不像生病啊。好，就算是流行性感冒好了。为什么一次要请七天假啊？对，这一点我也觉得很奇怪。照理说，之前曼丽这么期待丽琪回来，就算是感冒发烧好了，她顶多请了一天假，她就会迫不及待赶快进公司想要见丽琪。我也这样想。她这个行为举止，别人不知道，还以为她在躲丽琪嘞。对，就是躲。哎呦，我开玩笑的啦，你那么认真干嘛？而且曼丽为什么要躲？我不知道啊，但是这个躲的行为好像是从把包包还给他那天后开始的哦。好像是哎。所以我想事情是在我们开趴后的隔天发生的。那一定是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。所以那天晚上发生什么事？你不知道？喂，我在公司楼下了。好，马上过去。有，那份资料我带。好，拜拜。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谢谢。我帮你。我这样从小就笨手笨脚。没事，我帮你。
资料都有带吗？都有带。有带就好了。那这样分你分得出来？可以。可以啊、哦。我等一下再稍微整理一下就好了。好啊。谢谢。好。我把背好、哦。谢谢。曼安这个女孩子，我觉得她的存在有点奇怪。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个不知名的情敌会不会是她？行。可以啊。嗯。我要去开会了。加油。不爱你，不是因为你不好，而是因为在我心里有一个我更深爱的人。英杰喜欢的是曼安，业务报告翻译成进度桌上啊。好的，没问题。英谦，中午有空吗？于晴说他想跟你见面聊聊。约我见面，所以代表我的计谋成真了。于晴是谁啊？新的妹吗？不是，于晴就是那个机车女啊。就是相亲被我放鸟那一位嘛。他不是很讨厌你吗？怎么现在反过来要约你出去啊？你是用的哪一招啊？跟你说，简单，两个字，迂回。迂回。嗯，好深奥。那当然，而且以我的经验告诉我，这次他主动约我见面，代表他上钩了，接下来就会一步一步的掉到我的陷阱里。我会让他吞下那些说我没人缘、没人爱的那些话。太厉害了，果然是足智多谋又阅人无数的英谦哥哎。嗯，陆克，你的国文造诣还不错哎。这两个成语用的恰到好处，真的太棒了。那报告的事就麻烦你告诉总经理啊。好，没问题。我先去阅人了。好，慢阅。果然臭着一张脸在等我。郑英谦，要让他来家里吃饭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是必须的。嗨。孙小姐，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你是青鱼吗？青鱼，我说你记忆力只有七秒了，你明明知道我很讨厌你，还要我去你家吃饭，你有问题。我的
记忆力确实不太好，所以别人骂我，我也是一下子就忘记了。而且如果我是金鱼的话，我也是高级品种。好，那既然这样子，你们家的鱼饲料大餐我就不出了。哎，你不要这样子嘛，你听我说，因为我们之前那个误会，我一直想好好的跟你吃顿饭，表达我由衷的歉意。不用了。怎么可以不用？我一直在想着好好跟你道歉，我连觉都睡不好哎。那你睡得挺好的，你眼睛都睡肿了。有吗？没有吧。好啦，说真的，其实我要你去我们家吃饭，也是我爸妈给我的压力，就跟你爸妈要你去相亲一样，我也没办法啊。如果你觉得跟我爸妈一起吃饭很尴尬的话，那也可以我们两个单独去吃啊。总之，只要给我爸妈一个交代就好了。莫名其妙哎，我为什么要配合你啊？你这自以为是的金鱼。骂不还口，骂不还口。也不能全部都怪我啊，毕竟我们两个都是这件事的当事人。哦，所以现在怪我了？我哪敢怪你啊，我是在怪我自己。那不然，我带我爸妈去你们家吃饭，登门道歉更有诚意。哎，那要去你们家吃饭还是我们家啊？连自己是被放长线钓上的大鱼都不知道，还敢骂我金鱼？曾英谦那个死金鱼脑，跟我道歉！我才不信你会那么好心嘞！明明之前还想跟我吵着，那反应不够快，吵不赢我。难道？什么计谋？很好，我就看你能玩出什么新花样。喂，妈咪，那个郑家吃饭，你先帮我答应。好，嗯，拜拜。七哥，你怎么突然来找我啊？是不是曼丽她身体状况不好？不是不是，我姐她没事。是因为她知道昨天去家里找她，觉得让你白跑一趟也有点不好意思。没有啦，是我不好，没有安排好时间，那么晚还来打扰你们。不过这点小事，曼丽自己跟我说就好了。你怎么还自己来一趟呢？你也知道我姐的个性嘛，她这次感冒吼，那个烧虾很严重，声音像唐老鸭一样，她觉得很糗，不想让你听到啊。唐老鸭，难怪她会不接我电话。对啊，她要我转告你，
他说你们最近啊促销期是最后冲刺阶段了，他不想要把感冒传染给大家，怕影响士气跟业绩，所以才会多请假几天。你姐就是这样，虽然嘴巴很硬，可是心里都是为别人着想。对啊，我姐就是这样，反正她就是希望你不要太担心她，也先不要去看她，把时间放在冲业绩上，这样等她放假回来，业绩奖金就轻松入袋了。好好好，那你帮我转告她，我一定努力帮她完成愿望。不过你还是可以传讯息给她啦。好，曼，谢谢你这次特别来一趟。不会，小事。啊，还有，这个感冒虽然是小病，可是小病拖久是会变成大病的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他，知道吗？放心，我会的。好，这个麻烦帮我交给你姐。好，没问题。那立行哥，我先走了。路上小心。拜拜。拜。今天下班之后也有去找立奇哥。你去找他？你不要紧张，我跟立奇哥说好了，他不会来找你，所以你可以好好冷静一下，不用担心他会突然出现。谢谢你。我之前难过的时候是你陪我的，现在换我陪你也是应该的。不过姐，在你休假结束之前，你要不要主动去找立奇哥说这件事啊？主动之前不是说过，如果做错事想要得到别人的原谅，就应该要先坦诚自己的过错。但是我做了错事不能原谅啊，我不敢。你先不要这样想嘛，也不要这么悲观，或许立奇哥一开始会很生气，会不谅解，但我相信只要你好好的解释，他会明白的，给他一点时间，或许他能接受。那如果他不能接受，不原谅我，要跟我分开怎么办？好，如果你不敢说，那你有办法把秘密藏在心里去面对立奇哥吗？你没有办法的，因为觉得对不起就会越想逃避。你没有办法背负着对立奇哥的愧疚跟他在一起一辈子的。你要相信立奇哥对你的爱，给立
给几个一个机会，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。这个是立奇哥托我带回来给你的，立奇哥对你的爱，对你的心意，我想你一定很清楚。如果不想真的失去，那就勇敢面对。你自己想一想。总之，不管你决定怎么样，都有我在。妈在外面切水果，我去帮她。等一下。出来几次水果。请进。总经理，我已经跟方总的秘书确认过了，明天下午3点可以。通知船厂，明天方总会过去看船。嗯，这是设计部重新修改的设计图，你确认一下。这是这一期的财务报表。还有什么事吗？我知道那个女人是谁了。萱萱，那个女人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跟你真的不适合在一起。你会回避，是因为那个女人我认识。应该是大家都认识吧。萱萱，取消订婚现在已经牵扯到两个家庭的事情，我不希望因为你这样胡乱猜想造成更多不必要的麻烦。你是在保护他吗？看来你真的爱他很深呢。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再讨论这件事情了？今天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。我认识你这么久了，不管是遇到多严重、多难解决的问题，你都是从容不迫的，从来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紧张，所以你心慌了。你担心了？你可不可以不要再猜了？不要把无辜人牵扯进来，可以吗？所以他算是无辜的人吗？你不说啊？好，那我跟你确认一下，跟你深爱的，为了他不惜违抗郑波波的女人，是不是想？不是，你就这么爱他吗？为了他，你还打破自己的原则说谎？我没有。没有？有没有你自己很清楚。
萱，我们可以再好好聊一聊吗？不要，该说的都说了。萱萱，要聊，对象也不会是你。萱萱。那就先谢谢你了，改天啊，一定请你吃一顿好吃的。嗯，先这样，再见。哎，玉姐，这么晚了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我有事出去一下。哦。嗯。哥怎么出去了？他说有事，好像很急的样子呀。可能公司有什么急事吧。喜儿哥子啊，总算舒服多了。宝贝儿子，过来过来，妈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什么？过来啊！什么东西啊？介绍人打电话来说，你的相亲对象孙小姐答应约吃饭了。真的？嗯。不过她说要约明天中午，你要上班，有空吗？不约假日，约上班日，还约午餐时间，想跟我斗是不是？没关系，哥跟你拼了。可是孙小姐说啊，如果你有事不勉强，她可以跟我还有你爸吃顿饭就可以了。没关系，我请假，毕竟人家给我一次机会啊，我一定会好好表现，展现我的诚意的。真是妈的乖儿子，就这么说定了，明天中午一块吃饭。OK。哎，我得打给翠萍，让她准备一下。嗯，准备好吃的。嗯。翠萍，明天中午家里有客人，对对对，要麻烦你多准备一些菜。啊，对，好好好，拜拜。萱萱，我们聊聊好吗？拜托。突然你发现被幸运踢出，谁都对你打分数，看断的序幕就此打住，微光你一萱萱，你现在到底在哪里？多少的荣光流于媚俗，被成功耽误，重复爱赢却怕输，随别人起舞，随便他们
菜呀、啊？妈，嗯，卤猪脚。卤猪脚，嗯，卤猪脚宴客，这端得上台面吗？可以啦，既然是在家里请客，就是要有妈妈的味道才自在啊。而且妈，你的卤猪脚一流哎，比那个大饭店做的还好吃。真的吗？嗯，好哦，卤猪脚。哎，你这样一说哦，我才想到我好像也很久都没有卤给你们吃了哦。嗯，对啊，我们超想念那个味道的，在国外都吃不到。好啦，听得懂你的暗示了啦。明天哦，我就顺便也卤一锅给你们吃，好。嗯。嗯，还好啊，体温正常啊。我想说，我们都讲到你最喜欢的卤猪脚了，啊，你竟然都没有反应，我还以为你真的身体不舒服嘞。嗯，没有了，我只是刚好在发呆而已。嗯，嗯，你脸色真的很差呢。好啦，水果不要吃太多了。嗯，留点肚子，我在炖鸡汤，等一下鸡汤多喝一点，感冒才会好得快，哈。哎，你这次哦请假比较多天啦，真的应该利用机会哦好好休息一下。嗯，不用担心，真的没事。怎么会不担心呢？哎，你们哦，不要想说仗着年轻呢，哦，忙一点累一点没关系，身体都撑得住呢。而且哦，其实你也不年轻了啦。好了嘛，32岁是不年轻了，我知道啦。妈跟你说啦，我们女人哦，一过30，那个新陈代谢就会变慢。那你们年轻的时候哦，没有去注意到累积出来的毛病哦，就会慢慢跑出来了。嗯，有那么严重吗？当然有啊。哎，所以你们哦，真的要有空的时候多运动，流流汗，让那累积在体内的那个毒素哦都排出来。身体是本啊，没有健康的身体哦。等于什么都没有，知道吗？嗯，嗯，这个时候还有谁会来啊？应该是葛忘记带钥匙了啦。嗯，我去看。哦。杰哥。哎，曼，萱萱有来找你吗？嗯，没有哎，怎么了吗？哦，干少爷。没事。啊，你怎么会来？要不要进来吃水果？哦，平姨不用，我刚好跟朋友在楼下，就顺路经过上来打个招呼而已，没事。这样哦，啊、那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先走。好，啊、拜拜。不太像是路过哎。对啊，而且他刚刚还问你说萱萱有没有来找你，哎，会不会是他们两个有什么事啊？唉，这次哦，他们取消订婚的事情哦，哎呦，还真的是不晓得怎么讲嘞。董事长跟萱萱他爸哦。多年的好朋友了呢，如果为了这件事情闹翻了，还真的是不太好。嗯，我想英哲哥他会好好处理的，而且萱萱也不是那种会把事情闹大的女生啊，应该没有那么严重啊。希望是不会了。嗯，事情如果真的能够圆满哦，那是最好了。嗯，我的鸡汤应该也差不多了。慢点，来，妈先端一碗给你吃。
哥，你这么早要出门啊？这样找我什么事？哦，没有啦，就只是想跟你借几本书。那上面都有，你自己挑。谢啦。要找一点有气质的书。怎么都是造船的、啊？就没有一点文青味看的吗？会要开吗？没有，等一下萱萱来的时候跟我说一声。哎，总经理，萱萱刚跟我说她早上要请个假。请假？哎，对，她还要我跟你说，她跟曼安约在码头谈事情。今天找你来是有件事想要问你。你知道英杰心里深爱的那个人是谁吗？其实平常我也没什么爱好啦，就是偶尔陪陪我们家那只叫 Ruffy 的老鹰，再来剩下的时间就是读一些课外读物，充实我的心灵了。那你觉得里面哪一个案例让你最有感觉？啊？就替我照顾他。你能给他，我给不了他的翅膀，今后的幸福就是属于你们俩，别牵挂，别让泪落下，就替我爱着他。我可以假装自己其实很大方，成全自己最深爱的人不害怕，只是受了一点伤，流点泪才会长大。那些心碎别白白浪费，人不都是边爱边学，求一个无悔，就替我照顾他。你能给他，我给不了他的翅膀，今后的幸福就是属于你们俩，别牵挂，别让泪落下，就替我爱着他。我可以假装自己其实很大方，成全自己最深爱的人不害怕，只是受了一点伤，流点泪才会长大。